各位午安，午安，有吃东西了哈。好，那我们时间的关系，那我现在的讲题主要 CGD 的重点就是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创立新会会新分会，另外一个是支援现有分会。哇，他比我还快。好，当然大家都知道哈，创立新会分会是我们的一个目的，更重要的是支援的新分会。那所以我今天就两个议题，一个部分叫支援分会 （support clubs）， another one is club building， 哦，这是我们的任务使命。好，我们下一页。在座各位，恭喜各位都上任了哈。那当然，未来一年，我们崔妮讲的，你可以睡觉。你可以很 active， 像 Lisa、像 Matt、像你啊这样哈，还有像很多很多 division， 这一阵子已经被我超一轮了啦哈，很多 division director 哦，非常非常努力。你 club officer 七月一号还没上任，他们已经都追追追，好多好多不分部 club officer 的 reports 都已经达成了，我们给所有的分部的总执行长鼓励。特别有几个分部哈，其实他们是真的很辛苦，因为他们有很多 company clubs， 很辛苦。他们是一些 work clubs， 是一个没付费的，所以他们竟然有些还能达证呢。哦，这个用什么方法，好厉害！好，所以未来一年我们的努力跟成果将提升成就我们未来的价值，不是只有今年哦。我常从演讲会里面，我常。领略就是尽多少本分，学多少本事。你可以部总监、部的执行长啊，做了一年，完全让所有的分会的会员没有感觉，不知道一年以后不知道，我们的部的执行长不知道是谁，因为没来过。你可以分期，他都不知道。那你也可以让他觉得很有感受哦，这就看各位咯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那这一页呢，就是刚刚我们听你已经都介绍了，我只考考大家，你晓不晓得你分期有多少个 class？ 啊，答不出来的，答不出来奖品哦，这么好了，答得出来的太多了啦。好，各位看哦，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基本条件，如果我们当了一年，各位就是其实就是我们总会 Toastmaster 总会的各据一方啊哈，不要说那个 Toastmaster 的路霸了哈，但是一霸子，那基本条件我们一定要去达成，在这一年以后。七月一号我就会把各位的你所负责的 cover 现在的状况多少会员数我全部拍照下来存档 PDF， 一年之后我秀给各位看，那当然包括我自己了，这一任交给我多少，到我要下交接的时候我到底交出多少，所以各位要记得哦。好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，你不能有净流失任何分会，一只羊也不能掉哦，一只羊是指什么？哎呦，你们讲的太简单了。我是说一个会员不能流失了。你底下如果有100个会员，你不能流失一个会员了，一只羊也不能流失。我们 Elisa 他今年真的很辛苦，三位的，我们先给三位哈、到今年你会算什么？我看到 Elisa 差点不敢去竞选 CGD， 他说服我好久，因为我看到他这样，我做得到吗？可是我评估哦，这个好，第一个不能净流失任何分会，所以啊，各位我再考一下哈，哈佛在不在？哈佛，我就看到你在看手机，所以马上问嘿。我最喜欢问后面的，你有几个分会？我三个。很棒，鼓掌。一个也不能流失哦。好，第二个部分，十月五月份要拜访75% 的分会，所以你三个分会要拜访几个以上？两个以上，两个三个都要。
哎呦，我们给那个 Howard 再鼓掌，他对了啦。75% 以上，三乘以四分之三多少？2点多要算三，算整数哦，你不要自我，自我自己砍掉一个哦，不行哦。好，这个基本上，所以你如果三个分会，你就是一年至少要拜完两次。其实这个基本条件是太低了啦。哦，你当了一年的区总监，一个分会才去拜访两次，说得过去吗？如果说得过去的人举手。哦，你们都承诺了哈。OK， 所以四个分会你可以拜我三个，但是你这样对得起人家吗？对不起嘛，对。好，所有分会都要拜访，还要去登录。哦，这个如果没达到，是你的责任。不是会长、分会长的责任，也不是西区店的责任，有啦，我没有去追你啦。部总监、部的实现你们责任有啦，但是最大责任是你，因为这基本上是你要去做，不然你就不要出来当 area director。啊，你出来当了，你都不去走一次，啊、看看那个分会在哪里，啊，你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哇，那我佩服你嘿，要不要我去？我、哦、还好，你们没有说要。好，再来这个了。好，我们当七的执行长一定要当杰出，也就是很简单，50% 的杰出分会。好，我就要问 Tom， 你几个分会？好，要几个 DCP？ 简不简单？好简单哦。OK， 哦 ，distinguished club area。哦，两个，那你就是 distinguished area， 好简单哦。好，再来 select distinguished， 我知道这个 mate 哈 ，mate， 嘿，你转头我就知道了嘿。好，如果你的 H2 有四个分会，好，你要达他的分期哈、哦，要达到杰出 select distinguished 优先杰出，他要几个 DCP？假设有四个，他有几个考你哈、哦、啊？谁在转头马上看到就请他哈、哦。Mate 呢？这个啊，三个很好，鼓掌一下。哦，好，各位给各位一分钟，自己赶快计算一下自己有几个啊？好、哦，如果你的分期有几个，一般大概三个、四个嘛。那你要 50% 差不多两个嘛，如果这个再加一个就是要三个 OK， 那基本上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哇，人生就是要拼这个啦，怎么会就要再创一个新分会。哎，我当2007当那个会长，我当了就是十分，拿九分不够意思啊，拿九分是欺负人家，要拿十分、哦，好 ，area director 的时候，那这些 area governor， 我也是拿这个创了一个分会，但是自从创了那个分会，我到现在还是我的负担，还是负担。Young Toastmasters Club 就是2008年的时候，在 area 的时候创的，那就这样一直照顾，一路照顾这里，照顾几年，9年了，因为他是让我拿到这个的，那我不能让他。消失的，哦，很理想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一路照顾都很好。最近这一人啊 ，Young Toastmaster， 各位了解哈、哦，啊，你生了小孩要照顾啦，不过负责生了以后不照顾哈、哦，啊，这样讲会不会大家不敢创？好，那分部呢？分部如果没人达到哈，分部的话真的要检讨，太简单了，40%。哈丽莎，你有多少个分会？啊？哇，好棒啊！鼓掌一下。我偷偷写在手上，说还不用。好，12个，那要有多少个你才能达到？12、40。好、哦，没错，5个。好，鼓掌一下。那很多11个的呢，要几个？11个。40% 呢？你自己扣一个，还是5个哦？啊，10个嘞？4个。哇，怎么那样？不应该了，
还是要算五个啦，没有办法，开玩笑哈。OK， 那也要进程才一个呢才是。但是为什么说 division delete 比较容易？因为你的分区底下如果没有任何流失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应该可以。OK， 但是所以 delete division delete 要照顾好，不能有个分配落实。OK， 了解了哈。那、啊、这个啊，你们如果做到，我们就比较容易啦。但是有没有挑战？有，3%、3%、5%、5%、8%，哇！其实这个比较大挑战，好，因为这是慧眼。好，下一页。好，啊，这个就给各位看一下哈，在总会的网站上，各位就可以看得到这些资料，你都看得到你的 division 你的，好、哦，它这里就有一个，哎，这里有没有？好。啊、哦，这是如果以 D， 我们先看 area， 就 D2， area D2 就有来了。哎，你们那 delete 了，我都背起来了。我只是有些人还没有对起来、哦、好，它有三个分类 base， 就三个，各位看一下，这个是付费的，没有付费，像在 M 没有付费叫做什么？那个是流失的、啊。好、哦，流失的定义就是他没有付钱。如果两次都没有付，叫做什么？两个都没有付，叫做 suspend。suspend 意思就是停会了，停会了。好、哦，有人叫我说收起来，啊、收起来哦，不要了，不要收了，我只是说暂停了。哦，要让他再复活哈、哦。OK， 好，所以他会帮你就计算好了三个，所以我们刚才讲不能进流失嘛，所以。Distinguished Select 啊 ，President 的就三个嘛，那你要达到 President Distinguished 就是要加一个。好，那 Distinguished Club 刚刚有算过3%的50%，1.5%，所以要算两个，这里要再加一个，好、哦，你能达到这里就一定能达到这里了 ，OK， 这样各位了解了哈、哦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叫 Club Visitor， 这个是各位的责任。你一定 area delete 一定要去 division delete 要看着他、哦、因为他没有达成的、哦、哇那你就底下看三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不好吗？我在公司照顾150个嘞，没事这个人来跟我讲讲问题，没事那个来跟我讲问题，回去家里我还不能跟我老婆讲问题、哦、你知道吗？多苦啊！好、哦，那只有三个人呢，你还照顾不好。哦、所以你底下的你如果是 division director， 你的 area director 没有达到这样的话、哦、他们都没有去拜访、哦、或是有一个会没有拜访，你也有失职、哦、刚才看三个、欸、我家有三个小孩呢，还有个老婆，没有绝对一个，因为这里很多中部的人死也要承认只有一个。 好，那这里是那个这叫 DCP 的，你看这个、哦、所以基本上他都会帮你计算了。好、哦，所以你各位再来看，如果你达到，他就会写，你看这个 club 就是写的 distinguished club， 这 distinguished， 你看这个 area 的，哇 ，D2， 那今天没来啊，我们给他鼓掌一下 ，Yvonne， 啊、哦，你看帮你们一起鼓掌，啊、哦，啊，这个就可惜了一点，哈、哦，因为就因为有一个没有付。努力中、哦、我知道。哈？不要了，我7月1号才要上任呢。我、哦、还是要努力哦。欸、不要这样了，7月1号就给我一个。内落实一个好就好，下一页、啊、各位就知道了哈。下一页，好，我们打出来好了。好，现在这是交在我们手上的哈、欸。现在我们有185个分会。现在以这现在来讲的 base 180个到6月30号180个，所以，哈，好、啊啊，没有重点不是哦，我们下一任有几个？我先把上面讲完，看谁比较聪明哈、啊。哎，你可以帮忙送一个吗？送一个啊，不行哦，可以，啊、我去买好了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有185个分会，好、啊、，base 180个，也就是说我们去年有创了5个，其实有6个啦，另外一个还没有那个哈，创了6个分会，但是呢，我们有2个分会没有缴钱，
三个是被两次都没缴就暂停，所以扣掉五个，所以还是回到180个。好，那这两个未缴费的分会，哎，对不起，企业银行会算到我们身上，所以我们身上，我们明年的 base 基本上交到我们手上就要182个，各位了解哈？包括两个，对，包括这两个，所以刚刚听到说这个，这两个想办法要把它让它缴费，哎，才打平。但是 loss 一个，我们叫 net loss 一个了，我们就比去年还差，比今年还差了。哦，人家180还维持100万，我们180就少了一个，不行。好，再下一个。好，很公平。好，再下一页。好，很公平。哎，没有了，不要那么快。好，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每个分部都有 week club 哈，没人较轻松，没有人比较轻松，也没有人比较好。每个 club 定义是12个或12个以下的会员，所以各位看一下哈，你们自己看一下，我都帮你们看了。好 ，A、B、C、D 一直到 N， 好像只有 K 还好一点。好，大家赶快看一下。我看我们那个沙尼看得很认真，你的分还有 Siggy， 你们有几个弱会？两个吧，哈，哦，还不错。好，他给西鬼鼓掌一下啦。他说像我这样有肉肉的会哈，两个，还不错。好，那我们拉配的有这几个分会啦。我们这种如果能把 suspend 跟拉配的哈，把它救起来，其实你就等同创一个分会了。啊，创个分会。创个分会是比较要程序比较长，但你如果把它这个没缴钱，让它缴钱是比较容易的。各位了解吧？哈。OK， 尤其那个没有付的，你让它再缴钱的话，你如果让它 suspend 了停会了，以后要再起来的话，还要再付那个创会基金要$100多美金。120块。哇，田丽莎鼓掌下了，好厉害哦！哦，是哦，难怪。好，所以，这个就是啊，7月1号我们这里 base 在180，这是交到我们手上成绩。当然，各位，不会是这一张了哈，往上一张，哈，往上一张，不好意思 ，Hello， 不，往上一张，再往上。好，我到时候7月1号会给各位 division director 这一张，啊，让你知道，我们把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啊交给你，然后我们到时候明年6月30号再收回来，看看你有进步多少啊，包括会员数，你就知道了哈。OK， 好，下一页，好，再下一页，好，这个好。那我们现在这一阵子有跑到一些特别挑一些 company 的 club， 还有学生分会，还有非英语的分会去看去了解，我是。静静的去看，去观察问题。那大概有时候跟人聊一聊哈，绝对不是只有这些啦，因为各位可能有很多比我更有经验、领略更深的啦。老实说，一般企业分会为什么会说会员数不足啊？为什么要还要面临到倒会？特别北区比较多企业分会，蛮多的，蛮辛苦的哈，所以。北部的哈 ，Division Director， 我们给他鼓掌一下。哇，那个一长串那个名字哈，一般是这样，名字你看不懂都是企业分会了哈。OK， 我除了那个简单 Dale 那个我看得懂哈。好，他们都讲说吃差了，要差了，换工作忙碌了，加班有事，但是是这样吗？是啊，没有。是吗？不是哦。不是哦。其实你有讲了，我们有没有给他了解分会的价值？还有我们Neil，刚刚我们在讨论，他说我们有没有告诉他 benefits， Toastmaster benefits， 不只是告诉他嘴巴讲不算，你有没有让他感受到参加 Toastmaster 有那个 benefits， 有没有那个 value？ 好，学生分会呢，每年周期性大放血，这是一样的嘛？好，周期性大放血，那缴费意愿不高，为什么？啊，真的缺那1500吗？学生会缺乏钱啊？是吗？他会很多啊，
那、啊、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好不好？嘉义分会，不，嘉义大学的学生比较有钱，还是成功大学学生比较有钱？认为成功大学比较有钱的学生比较有钱举手，嘉义大学比较有钱的举手。你看，结果是啥？嘉义大学20几个人缴会，成功大学9个。所以是什么？这是真的问题吗？Mentor 讲得好，有没有带给他 benefits？ 有没有带给他 value？ 哈、哦，哎、欸，我也是很好奇哦，我都很喜欢去研究哈、哦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我是成功大学毕业的，很丢脸呢。哎、欸，刚刚不要讲哈、哦，哎，现在9个教会而已，嘉义大学20几个，25个，哇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。因为嘉义大学有一个 LOS， 他是后者，有没有？他成功大学完全没有老师在帮忙。是的，那我们这些人在干嘛？我们德瑞特在干嘛？我们艾瑞德瑞特在干嘛？我们不能当 mentor 吗？我们那么多 DT 也不能当 mentor 吗？哦，这个是好。非英语的文会分会呢，总会教材为中文化，不想上报总会。这个是真正理由吗？啊，不是，不是、哦、太好了，我们给彭雅鼓掌一下。哇，我有信心了 ，M 部我有信心了。好，那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这些啦。我们是不是给企业出钱的这些老板，还有 HR， 还有这些员工，哈、哦，尤其是老板出钱的老板哈。哦哎、欸，这个已经掏心掏肺，钱都帮你付，那员工还不参加，你不觉得好奇怪啊？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吗？像我们 Teresa 对不对？加入8个分会、6个分会都要自己掏钱呢，还有人帮他出钱还，哦，好，员工为什么意愿不高？跟老板谈说，哎，那也不像对不对？跟那个 Dea 谈，他说，我都帮他出钱的，场地也那个了，啊，他们就。奇怪就不来啊！好，还有另外一个英文演讲能力未提升啊，这是有些他觉得，很多企业分会他是认为加入 Toastmaster 创 Toastmaster 他是要提升他们员工的英文能力，结果他发觉，啊，好像没有，啊，其实是这个啦，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啊 ，meeting quality 不好，没有人带领，就没有进步，对，啊。没有进步，他就其实我们重点是要沟通跟领导能力嘛，从这个带动你学习英语的动机嘛。啊，哪边真正要学英语，他就去，哦，好、哦，当然要有像徐闷这样的啦，在我们分会的话，每次来给我们一点英文的 grammar 哈、哦。OK， 好，那再来是这个会员需求未满足，为什么？有时候跟他们谈，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准备。没有辅导、哦、mentor 都没有做得很好、啊、自我学习成长有限，英文演讲能力好、啊、来宾来了以后为什么不加入、啊、看一看好像好，那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们如果我们对 company 来讲我们这个重点要达到，所以好我就下一页好了，好刚才讲的啊，这个是杰克蔡以前讲的，叫做成就自我造就他的，我把它放过来哈。我们要先透过造就他人，才能成就自我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resource， 这些 resource 如果我们好好去善用的话，那么其实分会的成长是很好的。我就记得我以前2008年我做 area director 的时候 ，area governor 那叫 area governor， 那我。不止我照顾我们那3个分会，我还被跑去彰化啊！我就那时候那个 The Better Speaker 这个本真的很好，这有10奖，你哪一个奖？我那时候下定，为什么我要跑其他分会？因为我要把这10个都讲完，训练完。那我去彰化，每次讲完哈，就有新会员加入，因为他觉得哦 ，Toastmaster 原来有这个东西，教我怎么样 organize 一个 speech， 啊、哦。你自己叫他们自己看 menu 其实是不好的啦，不容易死。好，简单来讲，我是说我们的部区执行长有2个人，各个分会回去 area， 我们主动可以去协助。
好，那还有你有部区的干部签，哎，其实一堆嘛，很多。还有救援教练，你可以申请两个嘛。还有创会发起人，要把他找回来，那是他创会的。就像那 DBTC 杰士双也是 sponsor 是我，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就会去，所以他永远看到我就会说，我叫教父。嘎发者现在已经几年了，现在十年了，他每次都是叫嘎发者，所以什么时候找回来，一年的时候，满一年的时候或是什么，找机会找他们回来。好、哦、这有两个，还有北中南区，我们黑人领导的北中南多少的 trainer， 那还有强会来支援座位，强会很少有机会嘛，那你就来支援、啊、如果这样算一算，你有多少个，太多的 resource 要去善用，告诉那些 club啊、哦，会长开 meeting 的时候，还有 division director、area director 主动去协助。好，那我的建议，这些课程就是 division director 的安排。我们那个徐凤有讲，这些都在总会上网站上都有 ，PowerPoint 准备好，他 PowerPoint 都有。另外也还教你说要怎么教，还可以怎么玩游戏。哈、哦，好，这个有十讲，一次就要十分钟。新会、旧会也不用担心找不到，哎。哎，找不到 speaker 嘛？你先一次安排一个，好、哦，你现在，那我相信在这样一年下来，你是 division director、area director， 你就会有很大很大成长。就像我从加州演讲会，我只有带五六个人去辅兰报那个 manager， 就带十几个，到 senior manager 三十几个，后来到 director 八十几个，但 director 我做的过程，大概我也做最久了，到120个。那现在是变成负责全公司的研发，所以啊，这个很好。好、哦，吉梦有帮我们调查 ，Junior 的很喜欢这一本《Let's Speak》，因为他怎么样去做演讲，怎么样去建立自信，哈、哦，怎么样站到台上，怎么样讲故事，好、哦、的，优质领导，这是很多 Senior， 还有很多在工作上的当一些主管，因为这些会真的教你，这有十一讲，你真的好好做。你就把它立定，所有 area director、division director， 我们三位有讨论了，我们会给 area director、division director， 还有这些啊、讲师团哈、哦。如果你有去训练六个 club 或七个 club， 我们会有奖励。什么方法？我们会算一下八人，好、哦，讲到八人就知道有钱了哈。哦、鼓励一下哈、哦，哈，这个还有即席演讲，我。好、哦，所以今天我看时间已经红起了。我现在，因为我认为是只要我们能强本哈、哦，本强了以后，我相信创分会你自然就会创。我讲再多没有用，讲了半多很多人，因为我知道我问过了很多 club person， 还有很多会员，还有很多 director， 狗都够尾鹤啊，创了那么多分会，还让我们那么惨，还死的更多。所以，好，下一页，最后一页好了，好。啊，创会的好处不用说了，我很快的跳到下一页，因为有一个职责，下一个，啊，下一页，好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如果我们要创会，其实有这些 resource， 各位知道就好了。当你有那个机会啊，来找我们，我们会协助哈、啊。就是总会长、分会成长执行长，就是我总会长就是 Tini， 那部的执行长七十先生，还有我们会组一个 demo team， 另外还有一个资源团队，资源团队就是各地的推广的副总监，还有各个分部分区的分会成长的 assistant director， 还有会有两个 sponsor， 会有 mentor， 好多人哦，啊、哦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以上谢谢大家，加油。